蛋挞，还有 mushroom soup 和 pumpkin soup。我们进去看，两位。好。加鸡腿，哈，只剩下鸡腿。对，然后今天的都有的玩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海南鸡饭，白斩鸡或者面，哦，香港油鸡饭，怡宝正宗鸡丝河粉，鸡丝河粉是这个来着，哈、啊，嗯，也是有叉龟条，鸭蛋的人，鸭蛋炒粿条。这是纳斯人马野姜饭，板面，这个是福建面，鸭肉粿条摊，也不知道说什么没有了，剩下鸡腿吧，鸡腿面线吧，所以我们这里就没有看了。米粉摊、鱼肉米粉摊这些。石斑鱼肉已经，这是面包的，喝鸳鸯，鸳鸯，一个奶鸳鸯和奶茶，你要奶茶，鸳鸯的奶茶还是你要白咖啡？点白咖啡啊！你去点鸳鸯给我。还有冷啊，我要冷啊。等一下，几号？你给我他的 code。Y 零零。Y 零零，冷的。啊，鸳鸯。你要是 C 零零。第十给我。第十。对，芝士火腿菠萝包。然后。
招牌烤吐司。七十。咖椰巴特。02怡宝虾仁鸡丝河粉。然后我们再来。对 ，NL01 黑鸡肉椰浆饭。OK。老师搞的。你这不一样哈。OK。鸡翅 ham 的咯，但是我怀那个虾的今天没有。没有啦，这样子啊，普通的。有那个鸡肉包的 ，OK。鸡肉哈，鸡肉。这样这个是01哈。啊，01，我跟你说了01。OK。然后老师的嘛，我白了。对。然后应用是。还有白咖啡。正出名还没最好哩。白咖啡。白咖啡啊，这里啊，营养好，啊是奶茶好。菜馆。这边几点开啊？几点的？这边几点开啊？几点的？是七点到十点，八点到五点的啊！雪花冰的，雪花冰了，一个我的小吃。哦，你无上时间，无上时间就无上物件啊。啊，对，我无上物件。雪花冰，你讲几点开？啊，七点开到七点。早起七点到，哎，早卖。要等冰一两米呢，哎，太阳来咯。哦，这雪花冰是几点卖？三点。三点啊，卖到暗暝啊。恁几点开？十点啊。十点。哦，会使。七点半开啊。啊，七点就开啊，是讲伊是落地咯。哦。对啊，七点半，上到我的女将来啊。OK， 来 ，Thank you 啊。啊，冰在三点开始到六点，所以现在我们还12点多来就吃不到。Ham， 我一块切连着 ham， 连着啊 ，cheese ham。很软的面包，啊，它的 ham 整片连着 cheese。一个豆芽，哦，豆芽 ，OK， 还有什么吗？啊、没有了，那个就可以倒下去了，好料了，好久。是刚刚好倒出一杯的，刚刚好一杯。还有一个拿出的麦还没来。好，等一下。OK， 好。哦，好大，蛮多的。Thank you。
其实还蛮不错，好吃，而且面包很软。它面包它和其他菠萝包不一样，是它这个里面真的是好的面包，很软的面包。然后我们去吃港式的，它比较外皮比较酥脆，比较香，它这个比较软。它比较软的面包，这个整个酱料不一样。哦，整个咖喱不一样，这个还是咖喱鸡的咖喱，比较浓。这种好像是那个干皮的，辣椒，对，这里也是有干皮的，干中带是有，是看它饭这样这样。饭是蛮